三月十二日，具荷拉在个人社交账号晒美照，有网友在下方评论留言称，跟李胜利是学院同期的具荷拉有关系吗？具荷拉回复道，完全没关系。此前胜利参加综艺节目，被当问到现在立刻打电话就能过来的女团是，胜利回答，具荷拉、孙佳仁、江敏晶。当被追问只能选一名时，胜利则称具荷拉。胜利表示具荷拉是同乡，并且一同拥有了成为歌手的梦想，强调是一起和同僚紧密相连的友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